身渡轮撞等船，穿头甩牙35伤。喺船港埠，请大家乘客一加落码头嘅时候，冇受伤嘅留喺船上边。当时咧撞嘅时候就碰一下，咁咧就可能嗰个时候大家有咗好多啲人。所有啲排嘅人咧都落晒梯噶啦，跌晒落梯，所以第一时间呢个流流得好犀利。消息话撞船之后，新渡轮一片混乱，有乘客敖色仔咁撞穿头，亦有人撞甩牙床口血流，最少有35个人受伤，其中一个人重伤昏迷。有乘客担心会变成南丫岛海难嘅翻版啊！而家洗紧翻入长洲，个个都要着救生衣。首新渡轮10:12埋岸，伤者就送咗去长洲医院。事发喺琴晚9:几，守载住400个乘客嘅新渡轮由中环开去长洲，驶到喺灵洲对开嗰阵，同一艘等船相撞。